miles aside from us. So我是露娜，我是一名在费城的房产经纪。那么在今天咱们的视频当中呢，简单介绍一下费城东北区的房产。OK， 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房子呢，市场下大市场挂价是21.5万。那么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房子呢，市场价是21.5万，然后这个是厨房，厨房可能需要稍微重新装修，但是我有很多客人，他们在费城购买房产的时候，就会买一些像这样子能够现住的房子，然后租金它可以租给租客，大概像这样的三房一个卫生间，租金可能可以租到1100-1200，然后费城我们公司也有管，就是 property management， 帮你管出租房，然后收费大概是6%。现在是在二楼，这个是主卧室，然后有一个大的 closet， 这边呢是他的走廊、厕所，然后是木质地板，重新粉刷了一下，所以呢。我就是想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费城房产到底东北区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那么你们要是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名字叫 Luna， 我是费城佳美地产，我的电话号码是 814-933-9250。 然后下一个视频再见。